刚才主角有说可以带一个帮手，先多买几个药品。他是这样，他没钱了。王祖大人啊，可是我比较喜欢用毒的。所以可以带一个人 ，OK。但是带小猫啊，小猫用毒多好用啊！好，就这样。不好了，魔女教人集结在开封洛阳的杭州三大城准备要投降了。不好，想不到魔女教动作这么迅速，得赶紧阻止他们才行。盟主下令，好，准备要投，劳烦你随我率领开封镖局及飞白派前往开封阻止投降。没问题，邓盟主，尽率领神机门、民邦、八幡门、杭州百姓都拜托你们了。得令。方丈、法务大哥，麻烦你带领少林弟子、剑魔派以及青龙、琼云两帮赶往洛阳。阿弥陀佛，就交给娜娜吧。魔女教，我一定会阻止你们这次的阴谋，我不会让悲剧发生的。嘣嘣嘣嘣嘣！哎，哇，这人太多了吧？干嘛呀？不让我来！你招吧！呀！洛阳神招吧！呀！拿走！哎呀！平地平洛阳！来与我搏你！人太多了。血魂刀法的恐惧之处，你很快就会知晓。招吧！刀回他！谁是洛？洛！瞧你过这来！招吧！你一点都大意不得。洛！嘿！哼！呀！燃烧吧！给！魔女教万岁！落吧！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好，解决。小事身手罢了。开封这边好像有一个燕中院的支线。你都破坏成这样的，有没有投药有差吗？看一下，先到左侧官府后面的张府内，左侧官府衙门后，我哪知道？先不要帮他们，我们先走这边。啊，死很多人。镖局在哪里啊？左侧，这里吗？啊，张府我看到了。哼，这里哇，好多人。恐惧之处，干嘛？你很快就会知晓的。不让我来，太大意了。有机可乘。可恶，没想过。有机可乘。太大意了。干嘛一直躲着？枪主，枪主，不让我来，太大意了。魔女小万岁。小猫的技能太好用了，直接放围技，小事身手罢了，加上中毒，这根本就是哇，极佳队友啊！找到你了，念中渊，别拖拖拉拉的，
快点继续搬药，给我住手！别想再强迫这些无辜人往水源地搬药。你这家伙又想为我好事，可惜我不会让你绊住魔女教的脚步。应该拿同样的剑法刚刚对决的。令从元，你不是这种人，现在回头还不迟。收手吧。像这种家伙，怎么能够理解我的痛苦？可恶！几招满剑，可恶！太大意了！可恶！啊！太大了！好强哦！干嘛又活动？都让我来！我靠呀！没想过！可恶！太大意了！可恶！有机可乘！可恶！可恶！可恶！太大意了！干嘛一直活动？让我来！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没闪过！太大意了！我被麻痹了！可恶！哦，又来！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干嘛一直躲着？可恶！不让我来！痛！噬魂刀法的恐惧之处。爸爸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量。可恶！最痛恨，最痛恨你这种家伙了！不要激动了。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干嘛一直躲着？可恶！就让我来。可恶！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哎呦！没想过。靠腰，没想过，太大意了，可恶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又被中断。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反剑！干嘛一直躲着？可恶！不让我来！太大了，可恶！取消吧！哎呦，来！哦，刚才的气势，这样往下戳那一招，我会被麻痹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快，离我远点。干嘛一直躲着？可恶！就让我来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反剑！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干嘛一直躲着？有机可让我来！可恶！没有你的。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你吧。让我来。哼！你要笑出来，没看我们打输了还这么乐的。我笑的是你，笑的是你们自学正义力，正道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徒劳。教子会覆灭你们一切的努力，一切的希望。劝服啊！念中院，你一表人才，又才气纵横，若是放手打拼，一定能开创一番大好宏图。何必把青春全部奉献给魔女教？你会变成现在这样，也是情有可原。只要愿意回头，相信这江湖之广，还是有愿意接纳你的地方。了不起啊！不愧是当了武林盟主的人。你现在说出来的，就算还是屁话，也成了像样的屁话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对你那些陈芝麻烂绿豆的过往可是一清二楚。当心我把你丢脸的往事全抖出来，那全武林笑掉大牙。你调查我过去做什么？满足你那点窥私癖吗？还是打算威胁我？告诉你，我这条命是魔女教给的，生是魔女教的人，死是魔女教的鬼，其他过往我一概不知。你真有必要对魔女教如此坚定不移吗？那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些事，你有办法否认就尽管否认好了。我在东阳村门口看过他吧，是吗？
我第一次到东洋村时，曾看到有人的村子口鬼鬼祟祟的，好想想进村子又踌躇不敢进去。后来仔细想想，那不就是你吗，念中渊？哈，你说踌躇就踌躇，我说我是在确认手下捉拿东洋村民的状况，这岂不合理？哈，你真的是不想见你娘，想见得却不得，却又不敢进家门。你才想见你娘，你还想见你婶娘？哈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你婶娘已经死了，就死到咱们摸你叫手上。你这家伙，我当然想见婶娘，毕竟人家待我如亲生儿子一般，不像你，爹妈是亲的，却下得狠心把你卖给人口鸭子。你这家伙，我可知道，以后才会把你馒头卖掉，都是你从中搞的鬼。为了测试你爹娘是不是会再放，你特地设计了一场好戏，想让当时的情况重演。结果如你所要，你爹毫无悔意，又把你弟卖了。这究竟是满足了，还是摧毁那颗婴孩一般纤细的心？这样一来，你该如何原谅你的爹娘？住口！看来还有所动摇，这加把劲，多抱点猛药，说不定能看他哭得像婴孩这样样子。这个吗？你为了报仇，特地去捉拿东洋村的人试药，这点我是服气的。哈哈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对付这等人渣，自然是以牙还牙，采取最下作的方式，这才有趣。你说的我完全认同，但我有一个疑问，那就是你为何等到药物几乎完成了，才叫你的家人试药？那当然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天之第一号成功案例，成功被魔女教的三生三世影操纵的铁证。听说那三生三世影的比例极难拿捏，为了阐释比例，你们牺牲了许多无辜民众。你真的不是因为试错过程致死率太高，才选择在试错阶段快要结束的时间点才用你的家人试药？你的意思是我在保他们的命？哈哈哈哈，没错，我是在保他们的命。我说过，我是让他们因三生三世影的成功被永载史册，功能稀落，以米忘事。要是早早将他们弄死，我岂不是傻？哦，我承认你的动机令人发指，但你特别吩咐人对东洋村民少量投药，真可谓心慈手懒，手下留情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下过这种吩咐，柴硕峰，是你信口撒谎。这家伙相当动摇，看来我的推论正中红心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打脸撑的乘胜追击吧。那这件事你怎么解释？就算你背叛的事赤裸裸摊在阳光下，你师父白仙人家把你放在心上，你还在飞蛾派的日子里和师父感情一定很好吧？哈哈，我可是在三派眼皮子底下的卧底，那不取巧讨好，那要如何获得信任？你要是把这虚假师徒关系看作事实，认为我会真心信任那酒后坏事的臭老头，那可是真是瞧扁我了，是对我极大的侮辱。不是吧？我看你挺在意白仙的，他颗粒伪造有他画押的摄影酒令，难道不是因为酒喝多了对身体有害，才想方法让他少喝点？我那是受过他替他酒后坏的事擦屁股，若非如此，我何必借着实质打理非法派之便，干脆勾进点烈酒，拿更肆无忌惮的喝，喝到把整个非法派都赔进去算了。可惜你没这么做，否则把白仙捣鼓成第二个李浩才，再把你给卖了，岂不是最符合你热爱重演悲剧的低级兴趣？你没事就给白仙挖坑，事情捅大了再跳出来挡刀，难道不是期待有一天白仙能卖了你，好让你从被关爱的其他中解脱，才能说服自己世上没有光明，好理直气壮在这十恶不赦的黑暗道路上继续前进？当从别人口述片段过往，竟能有模有样地推论他人心魔，不得不夸夸你的想象力。又或是你根本只是自我剖白呢？我看这是你对你师父真实的想法吧。毕竟就我所知，梁仁浩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，而你同样是擅长给他找茬的弟子啊。你说的对极了，要是我一定要给他师父那臭老头来当献酒令。所有人斩钉截铁地说，你会这么做既不是担心他的身体，也不是厌倦替他善后，你只是不希望你所寄爱的人像你爹一般浑身酒臭，最后惹是个臭酒鬼罢了。你如此重视白仙，要不是白仙唯独在喝酒这事上无法退让，那你时时想起你爹，我看你老早弃暗投明，投奔非法派了吧。至于找师傅查，这事更单纯，
有道越吵越感情越好，我嘛不过就是齐来和那臭老头斗斗嘴取乐罢了，别拿我和你相提并论，谁敬仰那臭酒鬼了。我会将白仙卷入江湖纷争，不过是希望他早一天命丧江湖，一旦他死了，整个非凡派便落入我手中，届时还有什么能帮助我的？哈、啊，要是你希望他死，火烧黑白死，你若是想杀了我和白仙，完全游刃有余，但你却没下杀手，只将我们打晕，这和你想取白仙的性命的说辞根本互相矛盾。矛盾？证据？我刚才怎么看到一个黑人？出示证据，口笛跟文章。这东西不是扔的吗？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扔的好，扔的妙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将它扔到非白派，不然就不会被白仙拿到手带在身边，当成对徒弟的念想之物了。要不是他慎重将这口笛留在身边，我也不可能顺藤摸瓜从这上头磕了地米和人名，推敲你念中渊就是东阳村李浩才当你卖掉的儿子。笑话，谁知道白仙是不是把这口笛扔了，就这么好巧不巧被人家非白派捡到，拿着他瞎打正着摸到东阳村。哦，这长尺度里半的话都说我出口，究竟是有多不愿意面对事实啊。这是你小时候写的文章，东阳村全村可是沟通过了，总不会是捏造的吧？这不可能，这东西不可能还存在世上。可惜这东西不存在，不但存在世上，还存在我手中，存在你眼前。全因以后才将这篇文章珍藏了足足十多年，可见在他心里你是他最骄傲的儿子。李浩才是什么货色我还不清楚吗？他不可能留这东西，这是假的，不相信你的鬼话。李浩才，我已经尽力替你加油添醋了，但没两下被拆穿的，但这是做人失败的问题，你给自己反省反省。还没完，我还让你拿出其他证据。你之所以走上歪路，听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当年娘亲手中明明有钱却不肯交给债主，居然眼睁睁看着你爹把你卖了。善良不正向两万，我学习我娘的恶毒之处，回馈大众有何问题？那是有原因的。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弟弟满头高烧不退，烧到快去见阎王了吗？你娘手中那是家中最后一笔钱，打算拿去给你弟弟找大夫，如果交给债主，你弟弟怕是活不了了。他觉得人活着总有希望，所以才本能地选择救你快死的弟弟。之后他想尽了法子四处寻找你，打算将你赎回，可是他却再也找不到你了。我说这事可不能赖他，而是该怪你自己。你明明随时都能进东阳村，但老是躲得不见踪影，就算人家有心又要怎么弥补你？这个温馨的小故事真是笑死我了，你这是看哪本话本故事原封不动说给我听的吧？这可是你娘亲亲口说的，如果你这个要跟我提出证据，很不巧我有。你这家伙，你家没给你取个像样的名字，大家都知道你叫小李子，住口！但我从你娘亲口中得知你真正的名字，是你娘亲给你取的，只有她才知道那个真名。李烧饼，李饭团呐、啊，你的名字，你真正的名字就叫李饭团。住口！住口啊！他是疯了、啊，哼，才受疯！我不懂你为何要费尽口舌劝我向上。但我告诉你，想说动我，你是做梦。你曾被亲生父亲当作扫把星，将一切失败归因于你，视若敝履过吗？或是在亲生母亲眼里，你的价值比一只鸡还不如？你曾付出一切努力，却被人当作笑柄，动辄得救，肆意责打过吗？你曾被扔在猪圈，关在茅房，以粪尿为饮为伍，毫无理由，只因某个人不想看见你吗？又或者你的生命，你的死亡曾被人当成一场下饭的好戏，被人当乐子观赏，甚至拍案叫绝，他们根本不是人。我不管这些人有什么内情，我只知道我受过的痛苦，尝过的恶意，产生的怨恨，全是真实的，就是这些真实构筑成了你眼前的念中怨。为何只有我必须受到这种罪？为何我不能扭转自己的命运，成为践踏他人的那一方？你又有什么资格凭着三言两语，难道这些人的苦衷当令箭，要求我按照你的期望去改变？我念中渊非但不会照你的意思大彻大悟，痛改前非，
更不会宽恕践踏过我的所有人。在这世上，唯有教主践踏众生的霸者之路，才是我今后的路。这家伙已经破罐破摔了，哎，看来再和你说下去也是浪费唇舌。既然你下定决心要让恶人，我也无法勉强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我柴受峰作为武林盟主就没有任何理由放你继续作恶。谁？是谁拿这破帽子丢我？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我，是我李馒头丢的。你们什么时候在那里的？你敢拿你馒头丢你大哥？你是坏蛋，馒头才没有当坏蛋的大哥。你说爹娘卖了你，所以不是人。可是你自己还不是打着坏心眼，想害馒头被卖掉，和爹没有两样，所以你也不是人，是大坏蛋。李馒头，你说的对极了。那你搞错了一件事，你说我和李浩才没有两样，这是天大的笑话。我可是比他坏上百倍千倍，将来我还要成为比他坏上万万倍的极恶之人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究竟生了怎么样的怪物？我真是造孽啊！饭团，你怎么是坏蛋？这些年来苦了你，快回娘娘身边，娘炖鸡给你吃，宰一只特别肥的老母鸡都给你补补身子。住口！宰什么老母鸡？别逼我动手宰了你！祖燕，停手！这可是你娘亲，要是你想动手，先踏过为师的尸体。白仙，少来碍事，否则我求你狗命！你刚才说过，你不会饶恕践踏你过的人，但你师父怎么说？他非但没践踏过你，保下你的次数，甚至数都数不过来吧？这样你也要选他狗命？魔女教想取得天下，残害众多无辜生命，然后这些人都践踏过你，你帮助魔女教行恶，根本一点狗屁道理都没有。中渊，从以前开始，尽管极尽作乱之人事，却没有一次做绝，总是给自己留着一截短短的蜡烛。为师自己点的这截蜡烛，剩下的便是近代你微弱的火光，找回家来。为师现在能看得见你留下的蜡烛，火烧飞牌当下，你之所以没对我跟柴硕峰兄弟下死手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那是因为这一次你留下的蜡烛，就是为师与柴硕峰兄弟。现在还来得及回到灯火下，还来得及赎罪。中原，和为师回飞牌派吧，来日方长，没有什么事情是时间不能弥补的。可恶，我没工夫和你们废话，给我走着瞧。可恶，快追！追个屁呀！中原，记住，就算全天下都容不下你，还有飞牌派是你的家。还是说他已经做出选择了呢？也罢，尽人事听天命。楚河天只有燕中渊才能决定燕中渊自己的命运。与其继续纠结在此，继续防堵墨家计划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是快前往下一站吧。哇，这一集录快30分钟了。嗯，好，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吧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你一样，记得打开，这种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